要登台的是我们今晚的最后一组团体啦。接下来这一首舞蹈要带来的是关于越南的风土民情，非常历史久远，稻田与稻谷还有农民之间的文化传承。让我们欢迎来自越南的 Life Dance， 掌声。Thank you.